开会开会，今天要到哪里呢？在前嘞。Oh, it's time to eat. 差一点以为我在美国，看到他们在玩麻将，我就知道不可能是在美国呢。先点饮料跟开胃菜，喝到饱的红茶。你看那么多的 cheese， 那么多的墨西哥辣椒。美国人最爱的就是酱。开心的不得了，好吃吗？你看我嘴巴你就知道，吃到我嘴巴都是酱。我吃那么久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，可以吗？好，但那个乐牌到了之后，我真的回到不一样的世界。我差一点把这个骨头也吃下去。这个玉米呢，甜到一个不行。这是为什么不能带台湾的人出来？好吃。东西太多，东西太咸。你不一定要吃哦。这是我在台湾学的手势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有那个糖包吗？不是糖包，这是糖浆呢。为什么不能乖乖做我教他做的事情呢？糖包适合热的。他又来了。是不是比较好喝？不然你用糖粉的话，就会沉淀在最下面啊，然后你就搅不散啊。太好了。我每一次出来，我都会点太多，吃不完，还好可以打包。开心，今天的晚餐都不要做。台湾哪里有好吃的东西？追踪我你就知道。走的之前要先跟粉丝说再见。Happy feet when you happy eat， 也不可以忘记做我的先吃动态。